我已经3周没有练腿了，健身房开业，最近还想减脂，算不说了，反正我就没有练腿。今天要实际行动告诉你，我练腿，健腿运动员练腿，而且我要完成一个史上没有健身界的人完成的挑战，那就是讲出来感觉就不能反悔了，来吧，那就是从我家我要弓箭步到我的健身房。不是想知道我健身房在哪里吗？你们可能没有概念，你们觉得我可能挑了一个我家附近的一个地方，从我家每天开车要接近半个小时。今天呢，我要选择弓箭步。说实话，我没有，就心里没有底，我完全不知道会发生点什么事情。为了确保我真的万无一失，汉堡，今天该练腿了，非常非常简单，就做一个动作，真的没骗你，就做一个动作。我骗你，我是萝卜。你在干嘛？热身啊！我不是说今天要练一个动作吗？是啊，不是弓箭步吗？所以我们起点是这里，终点是你家门口吗？没有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弓箭步到健身房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先回家了。从我们家到地铁站1.3公里，然后从方电路地铁站到马当路地铁站坐9号线，得有6站距离。然后从马当路地铁站到我们。那边是1.2公里。今天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弓箭步，大约2.78公里吧。一米一步，我们得做2800步。你说你平常20步一组，你得做140组，140组的弓箭步。我说140组弓箭步是这样子吗？汉堡要偷我 BCA 和维生素 BCA 还有谷氨酰胺，很补，对，巨补，应该不难喝。每人发一个 GoPro， 还有 GoPro， 那逃不了了。哎，你们这些不要弓箭步的人还给我哎！楼下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没说你想去我家，你是觉得想放弃啦？下坡感觉对膝盖不是很好。知道为什么我穿长裤吗？因为长裤一个是我不想膝盖到时候磕在地上，还有原因就是这个裤子还有多少有一点点的弹性，有点保护作用。你现在里面套了一个护膝？没有，戴护膝会很难受。我以前不戴护膝的话，会把腿搞得很胀。那你这里有根线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 legging 的线。对对对，妈的！你放心，我不会作弊的。汉堡，快快快！我感觉我身上有点湿透了，毫无压力。阿山，你这样会不会比我们还累啊？好，走楼梯了。然后现在还有1.2公里，1.3公里。我之前算地图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算到地铁站的。所以刚刚是热身。对，刚才是真的热身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哎呦，没什么想说的。刚才到全家的时候，感觉靠，真的要低血糖了，但不会放弃的。然后刚才里面又有点空调，身体又就是衣服又湿的，所以有点头晕，但不过没事。5个小餐包下去以后就没问题了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关东煮。你算一下，我们刚才走多少步？一步在80公分左右。到这里数据上走了有1000步了。现在1点钟，没出发前往地铁站。这屁股到现在还在胀，汗水冲进屁股里去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女生练什么屁股？直接练弓箭步。好，继续开始啊。你是这样聊天，其实还挺舒服，你就感觉你把腿忘掉了。对。然后我现在坐在一台一匹马上。对，然后就是一起，一路驾，一起，哎，一路 fuck。阿山，你累不累？我还好，哎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这挺轻松愉快的，来，我帮你拉，哦，谢谢。第二次开始怎么这么酸呢？对，我第二次我跟你比第一次酸太多，我觉得刚才不应该，不应该在就是中间。休息，这么久，感觉现在特别，这就是二次充血。快了，哇，这边好凉快，超凉快。哦，加快，好凉快。这也不都是四万到五万。对，我们再走100米，这样定个小目标，先休息一下。好啊。
现在来到了交叉路口，然后是个绿灯，决定休息一下。然后为了确保安全，先过，不能弓箭步。所以建议大家，如果做任何挑战，来生理第一，然后挑战第二，然后挑战什么第三？过了这条马路，距离地铁站只有50米了，在地铁里面就没有那么热了。现在腿已经快炸了，真的已经不行了。红灯，休息一下。你这是湿透了。没有汗，你手都湿了还没有汗，还在打。哇哇，有一股冷风袭来，太他妈爽了。好，现在地铁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地铁站。我现在的方店路就是我家的位置。到了麻将路，我们就徒步行走1.3公里，你过去一个半小时。你知道这次行动最坑的是什么东西吗？最坑的是刚出一点汗的时候，我们到了全家休息吃饭，然后怎么又再出一点汗的时候，我们进地铁站。衣服是干的，但是身体是湿的，然后并且非常非常湿的。哎呦，毛！我靠！有吗？我没拍到，没拍毛。拔不掉，是不是可以吗？下头，看，这灯光真的非常的好。坐吧，你出快快快，弓箭。在哪没出啊？出口吗？你们要坐地铁过来，来9号线的话，就先去蒙自路。蒙自路。加油！哎呦，他妈爽不爽？这都动作啊！给你看一下，现在最辛苦的是谁？现在最辛苦的是阿山。阿山在下面等我们了，相机有点抖。从这边蒙自路出来，应该遇到的是一个肯德基，对。然后到了肯德基健身房。已经很近了，正常情况下你就选择走路过去10分钟左右，或者是骑单车，很快。哦，走了，千万不要车。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不得了，是吧？可以吧？健身，有点崩溃，哎呀。我操！我要出口了！老吃力了！对，这是相当吃力。是的，吃力了。对，哇！你怎么走两步就不走了？现在全民健身了。你说的这么好听，你怎么不加入？道理有，是啊，道理有的呀。要么你不进来，年纪轻轻的。对，来，我们三个人年纪最轻的是你。对。好，满足你，快点，满足你。看来，偷懒迟早会被惩罚的。别走了。对，可以。我跟你说，这期刚好休息。等到我们走到健身房的时候，可能就有10个人了。其实10个人，跟你说。100个人跟着我们弓箭步，过来办卡在哪里？在菊门路。我们这条路要左转的，是吧？对的，是的。然后菊门路右转。OK。对呀。坚持这条路，拜拜。哎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不快了，快了。我们现在少休息一会儿，加速。我估计还有20多分钟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终于到菊门路，就直线距离了。现在冲刺，离健身房的地址就是在菊门路。然后一会儿告诉你几号。现在这个是目前几号？这边183号，大约还要走300号。嘴巴渴，然后又有点低血糖。还活着吗？我的屁股好痛啊！我靠，屁股太痛了。
呀，这谁发出奇怪的声音啊？是萝卜吗？我饭子。充分借力，用我的左手一直压着我的膝盖。看看路边的风景，太累。我们到了衣服店，留衣服。这样这样这样，汉堡，我买单。他陪我走了这一路，陪你走了一路，挑战非常非常辛苦。我决定给他买一个帽子。哇，专业防紫外线韩版，多少钱？20块钱，便宜点吗？这20块钱，你说便宜啊？这个抗晒网5块钱行吗？你买不买的？买啊！怎么弄慢镜头？等一下，我想要怎么戴帽子。不，我都看不见路了好吗？员工福利啊，员工福利。看不大清楚我的路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追随我的步伐。295，还差不到100号，100多，不好意思，还有100多号，我已经可以看到自己的健身房了。走。你不要突然停下，好尴尬。还可以，可以吧？要命啊！我突然觉得这个帽子并不是一个加分项，这绝对是一个 debuff。累死我了，只剩2个小路口了，好吗？跟他拼了！现在几点了？我现在不想看时间，我不想看时间。后面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还差10几步，有一点点绝望，就前面了。马上到了 ，fuck！ 我感觉我快到达了，到了。我去，对，还好。最后的意志力已经到了这边了。天哪，你想不想知道地址？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，根本不敢相信，我还是走过来的。天哪，太夸张了！现在2点40分，所以我们走了接近3个小时时间，还包括坐地铁呢。对了，你们走得太慢了。我们整整用了3个小时时间，弓箭步到健身房。现在我就要给你揭晓一下我健身房的地址。汉堡进来，给你们看一下地方地址，军门路419号。现在你们知道，以后再过一周左右，你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了，然后在哪里可以感受世界上最好的器械，然后世界上最好的设施，然后世界上最好的教练，然后还有世界上最强的腿，就在我这里，是吗？钢铁一样的，对，钢铁般的腿。然后准备做一个拉伸，稍微让我坚持住，坚持住，稍微我的肩膀都酸了，稍微让我休息一下，给你公布。我真的，我本来想撑到就是在公布我的健身房地址的时候同时说一下我的 logo， 但真的坚持不了，我感觉自己快挂掉，所以马上就回家去做这个按摩。真的弓箭步了3个小时，然后按摩了快6个小时，就感觉自己已经不行了，感觉要自己被送进医院了，比一次高强度的练腿还要难受。我不敢想象之后几天会怎么样的，但是我这次挑战算是成功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要公布一下我们健身房的一个 logo。 上期视频呢，我跟我的团队去了动物园，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
的吉祥物，3:1:1选择了袋鼠，所以呢就说我要去联系设计师，然后他用了2周的时间给我做出了我满意的一个 logo， 那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一个 logo， 整体的袋鼠颜色是橙色，偏深橙色的一个颜色，英文的加五棒是深灰色的，深灰色的和橙色也就是我们健身房未来的主色调。别看它光是一个简单一个 logo， 袋鼠的它这个墨镜是一个杠铃，然后代表了一个健身一个力量，袋鼠的这个鼻子它是个壶铃，代表了功能性训练，所以整个袋鼠它很有肌肉，然后同时它眉毛挑起来就代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挑衅，类似于这样，你要不要来我们健身房，这种感觉就是说希望通过就袋鼠这种活泼这种比较喜剧，然后这种肌肉这种形象告诉大家欢迎来我们健身房，然后我们健身房能给我传递的东西很有意思，然后很好玩，希望你们喜欢这个 logo，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 logo 非常满意。如果说你们喜欢今天的挑战，那在这里呢回复一，然后呢如果看到满屏的一，那么我期待下期视频我会做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，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然后用我的 logo 在这里。